不要乱挖。哎，被你看到了哈，说我没有睡饱。对，待会直播结束我就要去点眼药水了，因为我的眼睛这个比较容易干涩。对啦，知道了。对啦，我有干眼症，然后睡眠要充足。哦，对啊，但是哦，经过这一次的疫情的一个考验，我觉得我们也要有所启发，然后有所成长，一定要，因为这一次这个疫情拖太久了，然后付出的代价太大，没有办法估计。那真的就是真的辛苦赚的钱，真的要好好的把它存下来啊、哦！真的，因为真的天有不测风云啊。其实我知道很多的朋友都是真的在吃老本，就是以前所赚下来的啊，还好有存下来。那大家都还在怎么讲，努力的撑着啊、哦。所以真的，我觉得真的那个存钱真的很重要，不要乱花。哎，被你看到了哈、哦，说我没有睡饱。因为我们早上就化妆了，然后坐高铁啊，很早就出门了。对啊。然后刚刚在彩排，晚上要演出。对，待会直播结束我就要去点眼药水了。我就要去眯一下，然后眯一下，待会就换衣服。所以大家困了吧哈？因为我的眼睛这个比较容易干涩。对啦，知道了。对啦，我有干眼症，然后睡眠要充足。哦，对啊。OK， 那大家要保重哈、哦，大家要保重身体。什么都是假的，什么都是小事。身体健康，自己的身体健康才是终身大事。然后说的很简单哦，说的都很简单，但是要做不简单，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哦，才能照顾我们的家人，才能照顾我们爱的人，我们的朋友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大家要保重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